窝吗？成绩公布 ，BRI 男子 U16 60米决赛成绩，第三名谭景熙 WAC 成绩7秒53，第二名李卓贤 TCAA 成绩7秒49，第一名张品智 BHMK 成绩7秒48。有请各位得奖嘅运动员去到颁奖处领奖。成绩公布，以下系男子 U18 60米决赛成绩，第三名黄思远 SSC 成绩7秒42，第二名叶天朗 WAC